一直以来的作品都跟空间有关，也用了很多的现成物，或者是很多实体啊、手工的痕迹在。那在这次的展览中，我是取材自生活游离的时间去制作，像是骑着机车游荡啊、深夜开车旅行这些经验，把它转换成实体，用手工的痕迹制造不同的速度感、不同的功能，让展场成为一个载体。即使每一个人的生活速度、压力都不同，你到这个展览中，你可以放松，可以慢慢的看里头的一些细节。这件作品叫做休息中站，我是用很多金属制品去组装起来的一个像一个小山的造型，然后上面我有一些镂空让光线可以进去，然后外面我就用一个牌子写休息中，到里面的话会看到另外一个写营业中的字，就是意思说这一件作品是提供别人休息的，在里面才是真的真的在工作，休息就是工作。那你透过光的话，会有内外不同的光影变化。中间有一棵椰子树，一方面是可以遮阳，也可以去和它的造型做呼应。它有四只脚架高，所以让下面的空气可以上来，然后透过烟囱效应。空气会往上流动，大家可以坐在里面三排椅子，可以在里面休息、聊天、放松。然后你可以看上面有很多镂空的小孔，可以让光线一条一条下来，可以去凸显那些光啊和风的变化。这件作品叫做《世界大同》，我是参考公仔的造型。现在这部分是他身体的部分，然后头部的部分我放在展场，让观众可以从他的后面有一个门，穿过身体到上面去取代这一个公仔的头部。它一方面也是他现在比较是个人化的一个状态，透过一些网络媒体啊去展现自己。上面我就写了专业服务欢迎委托，这是一个中介的广告口号，然后告诉人家你很不错，希望人家来找和你合作。Thank you.
这一件是世界大同的头部，然后像这边就是五官的位置，这是眼睛、眉毛、睫毛，然后它是像是一个游具，可以让观众攀爬。整个组起来就是一个隧道，你可以爬到世界大同的头部，站在巨人的头顶去看世界。然后这边我还加了一些渔船用的，像这个是漂浮球，上面有个手印，好像是孤岛求生的样子，有一个探照灯，然后会定时去闪烁，然后打到外面的身体，让它好像是一个讯号，或者是像拍照的闪光灯。展场的设计其实它有好多个站，几个顶点，像是一个游乐场，然后你可以到不同的区域，所以路上会有一些交通方向。然后像这个箭头结合油画是我的一个经验，是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大的转弯，你会特别意识到有那个离心力，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有一个力量在。我想把那个离心力的经验，然后变成一个视觉带到展场里面，然后它也像是一个抽象画在空间里面。再过来这边是有小的金属方向板，那随着我在展场里面装的旋转的这个灯光过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的影子也会随着空间做一些改变。这个是在日本陶艺之声驻村是做的作品，然后用了很多不同的土，然后也有用一些当地的石头，然后就做一个像一个蛋的造型。这是我用油画画的一个石头，把它当成像一个陨石，然后好像在一个很热的空间里面。这件作品叫做《艾比太空舱》，然后它的造型是用太空舱指挥舱的形，或者是有点像是海上的一个观测站，飘在海上的观测站。我是设计成不倒翁的功能，就让观众可以进到里面去摇晃啊，去玩，或者是做摆荡的休息。那因为有这个摆荡的功能，它会有震动，所以我在上面加了一些乐器。然后叫艾比路是因为有很多很经典的摇滚专辑都来自艾比路录音室，所以我让观众也可以在这里面去玩这一些乐器，再透过这样不倒翁摇晃的方式去体验。然后到展场这边，这一系列我都画汉堡，它其实在绘制的过程就很像我在做菜，然后混合不同的材料，就是颜料。汉堡是像我们开车到高速公路经过的休息站，就很多这种素食商店，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素食料理让你去做选择，然后我会把它带到展场里面。